短暂的假期又结束了，我们一会儿出发就要回家了。走之前，我妈刚把这个打包拿走，说我采的马蹄叶子没人吃。我打包它干啥呀？那鞋啥都扔了？衣服、裤子、鞋都扔这儿了，我们还回来呢吗？回来得有穿的，比如说上山呐、啊。要不老霍霍你衣服。这个衣服拿家，这是我的睡衣，回家洗洗。大宝，你咋不回窝呢？窝有鸡蛋了。他窝是不是有个鸡蛋？好像是有。有一只鸡专门上他这里下蛋。哇哇哇哇，这个有点远呢。你钻进去。大宝，大宝，你去把那个蛋拿出来，去，把那蛋拿来。怎么现在不懂事儿了呢？他想眯一下。我不能钻狗窝呀。没事了。他这狗窝小。那我钻。有一只鸡总是上他这狗窝下蛋，我老说大宝没事进去了就帮忙叼出来给我老、可懂事了。今天他想觅去。今天他不想拿。放出去。你看看就这个蛋，你为什么不给叼出来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觅去？那天给我就搞那会儿，今天给我就搞，我得是住宿搞这会儿。他只给你是不是老？嗯。啊，他是指给咱老的认主人。过来，我带你们上鸡窝啊！掏鸡窝去。不是掏鸡窝，上鸡窝。妈，我刚钻完狗窝。让大宝捡呢。他不捡。就是每次回来呢，我老就是让我们多吃鸡蛋，多吃鸡蛋。为啥呢？哈，主要是我老家豪横啊。这个鸡窝里面，目前我数了一下，七个蛋。来看看。这里三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一个，那边呢？空的吧？嗯，就这产量高不高？而且这个鸡蛋真的很新鲜的，你就想想，它刚下完，我就能吃去。鸡蛋呢？妈累，你这真快死了，妈有风了。嗯，咱妈这鞋回来昨天刷了，今天就干了。嗯，你昨天晚上刷的吧？是吗？昨天上山回来下，刷我那个鞋，就说我拿去刷刷。你看我妈穿鞋就是这种贼秀溜着，她能穿。我这个地方窄的我穿不了，我也是夹的，我得穿那大胖头鱼头那样的。我也是，所以那种鞋比较蠢。咱妈这种鞋咱俩鞋穿了红袜子，那你找白袜子呗。要找白袜子，你们就不穿，从来不穿白袜子。昨天穿一双白袜子上山回来是黑的，那就手上那合皮。那你没看我那双黑袜子呢？那惨不忍睹，我那黑袜子脚趾头也漏了，脚底也漏了。黑的了。完了，我们要走了，看我老又哭了，老别哭。不至于，你还哭。你老寻思快走吧，闹死了。就你闹了。大宝他怎么总犯困呢？热他呀，热。等着再回来给他毛剃他行了。你们一定想不到，我妈上菜园子干啥？嘎韭菜要打包拿回家，自己家那菜园韭菜都吃不过来呢，还上这打包了。我一直以为我老家菜园的辣菜是我妈种的呢，没想到是她自己出来的。我刚才把这个当成韭菜了，眼神不好使。这是黄花菜，看那韭菜多好，确实不吃白瞎了哈。嗯，你看看。哎呀，是好哈！嗯，大麻连韭，哎，这味儿真大，浓吧？嗯，这一片全都是韭菜，这咋都倒了呢？老都吃不过来，就等着老了。不说吧，就等老了。这细心的，哎，你看这细心花，挺有特点的，啊、长得。你看这花都在这里头，你看，看、真有特点。哎，真好玩哈！下回再来有可能吃到樱桃了。看看这啥？啥呀？啊，西西。哪整那么好玩
呢？那是花，是花吗？花都在那根儿底下长的，从没看着。你听一溜一溜的，嘟嘟了的，这一个梨籽儿老多了。那吃啥呀？啥也不吃。它这籽儿啥时候成啊？对，它是这药材吃哪儿啊？那全炒入药材不？啊。这个叶连根儿。啊，都入药的。嗯。那一个梨老多了。那这籽儿啥时候成啊？秋天呗，快了。那咱也没整呢，没整啊都呢呢。整它干啥呀？过年我整的。也没人种的。哎，过年我整的。我想把那挪开。我寻思拉走，别弄了，挪死！哎，真好玩儿。那年你爹骑了点儿，卖了50块钱嘛。这么不值钱？值钱呢，长大值值钱呢。嗯。不值钱，现在。小钱可小了，就那玩意儿一堆一堆的，那都老多年了。啊、嗯。姐，他那根儿细碎乎的，那一堆里头底下那老多花。嗯，那老多了。嗯、收拾收拾，我们撤退了。我这回说一次呗，嗯，老有了，再见。跟他上回学的，偷摸就过来了，没偷摸了，咱妈给报告了。那次你不说有缘再见，我说你那词儿不对，我也用了。有缘再见就是我们偷摸来，你突然吓跳，哎呀，整点酒去拿吧，你去吧。大宝拜拜啊、哦，你这个人吧，半个月见啊、哦。咋说呢？回娘家叨叨一堆，完了呢，从娘家走再叨叨一堆，两头叨叨，拿东西换来了这是。那苞米走了，来换什么玩意儿吧？走了，走了，走哪了？走喽，没了啊！今天半个月再见啊，用不上了，收了下星期又来了，嗯，行。